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开箱玩家们所说的硬体，也就是滑鼠。那么今天要来开箱的，也就是这支 Laser Vapor Ultimate 无线滑鼠。那么本集开箱会主要以个人心得分享，而非硬体上面的规格。我相信大家也都主要对适不适合打射击游戏，或者我的个人使用体验等等比较感兴趣。而在硬体上面使用的是 Laser Symphony 3，并且可以在这里调整滑鼠的灵敏度、DPI、灯光效果等等。在使用了一周后，我觉得 Laser Vapor Ultimate 更适合用来玩 Apex、Call of Duty 等游戏。不过如果要游玩特战的话，那我个人还是比较不推荐这支滑鼠。由于它的滑鼠重量只有70多克，所以在特战考里面用起来真的特别的轻，不太容易瞄准。那么接下来我也就不多说什么，直接进入游戏吧。